Hello，是柳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玩一个这个东西。那我好像好久好久以前，也没有很久以前，上礼拜我才发了一部这个游戏的影片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我们的第二集啦。那上次好像我玩的没有那么厉害，所以在这中间稍微练了一下，希望会变好。然后你们看左下角，我那个 graphics quality， 我原本是调 highest， 就是这里，我原本是调 highest， 我也不知道谁调的，可是后来发现超级卡，所以我今天呢就调了 lowest。对，好，那我们 Hajimoda the chick 就是要再一次喽。那我感觉变顺了。对，那我不要一开始就调，我们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。那么我觉得这游戏还蛮好玩，只是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很卡，是的。然后你看，还有上面有写说我的网络太烂了，我也没办法哦。我想要一个好一点的网络，可我觉得应该是电脑的问题，因为我家网络算的 OK。好，我知道按 space 可以。Peekaboo, I see you. 欸，你也有枪哦，欸，你也有枪哦。哦，你没了，很好。我带着你的遗志走吧 ，Go。哒啦哒，不用感谢我。啊呜，你的枪我也收了，谢谢谢谢，太爱你们了，耶、yeah。我怎么听到换弹声？这里面有人吗？没有人，好，很好。为什么只有上膛的声音？哦，快逃啊！很恐怖，很恐怖。Oh my god! No! No! No!好，我们应该把它驱离退散了。我们现在只剩36滴血，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。哦嘿，哦嘿 ，no 嘿、hey。Oh my god，no！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在边界。哦，不要死！有一栋房子，现在剩19个人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补品啊？我好像都没有用过手电，不是手电筒，火箭筒。哎，我干嘛拿手？他会补血吗？一点能让我回血的东西呀、啊，显然的没有。啊、哦，空的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里面有人？哦，拜拜。我也要。哎，有有有。Oh my god！哦，没有子弹。嗯、啊，我也会刺啊！看我，看我都会刺。哦。哦。哦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看来我是不是要缩写吃鸡啦？好像没有。啊、哦，好恐怖！这是我玩过最好的一次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认真？
哦，我被8787杀了，他都8787了。来吧，我们来我们的第二 round。好，如果喜欢这个游戏，在下面点一个喜欢，点一个喜欢。好，这样我会很开心。得到你的喜欢，赶快去点喜欢，我告诉你哦。好，嘿跳。然后我们飞飞飞，不要跟我飞一样的地方，不然我会叫你高飞哦。好。哦，我在边界，在边边，我是边，不是我不要开门，你是怎样？你觉得我是开门兄弟哦？真的是，懂哎？谁又在上堂啦？不 ，OK， 不要乱上堂，懂吗？哦，那是窗户，该死。好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赶快来。我觉得真的不适合玩打打杀杀的游戏。你怎么在我附近？你是怎样？西瓜西。哦，我很适合玩打打杀杀的游戏哦。懂，懂了没？我超会打打杀杀的。我要金枪，好，好，有个金枪，可是我没有血，哎，我真的不会用手枪，哎，好吧，那我觉得今天。差不多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daily challenge， 然后可以干嘛？不懂。好 ，leaderboard， 我们在哪里？我们第469名。嗯，好棒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好 ，OK，OK， 好，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这样。我们完了，刚是第几名？反正对我们很棒。好，那如果还想要看到这个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或二次观看，我就会发下一部吃鸡点来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